来掌声欢迎他们。都已经站到演播厅外面去了。事先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啊，我们好，事先跟观众说一下，我们这一次呢跟 XO 安排的内容非常简单，就是请他们十二个人做一下自我介绍，估计就要一个小时，人好多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我们快乐大本营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团队。是的，第一次。我们接下来就请他们来给大家问好，好不好？首先是这个，哎对，首先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问好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五月，大家好，我是 XO。非常开心见到我们这个十二位 XO 的成员，这是全了是吧？对，我们从Chris 了是吧？从 Chris 开始好不好？来给大家做自我介绍。OK， 这个今天因为第一次十二人一起嘛，所以来个特别点的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我看看到底有多特别，好江湖，加油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队长，非常超级性感的。你打我干嘛 ？Chris， 你飞吻一个之后，娜娜打我，可能是中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我觉得就是，因为一般很帅的人真的很难这么亲自说出自己很帅，一般都是别人说的。OK， 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下一位来，大家好，我是XO的 Happy Virus， 非常超级可爱的灿烈。Chris， 为什么灿烈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又有你？喂，为什么？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他，因为他学我嘛，他跟我说一样的。哦，我说非常超级，他也说非常超级。OK， 待会儿接下来每个人介绍都会有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面来继续喽。嗯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最年轻的谢谢。海涛听到没有？以后介绍自己快乐家族，你说我要说最年轻，最年轻的，对啊。你是哪一年的？你是哪一年的？他说他是94年生。九四年的意思是，等一下，94年我读书了吗？你还小呢。94年我都还大学二年级了耶。对，好，来下一位小朋友 ，Hello。94年的。好，来下一位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 Dio。Dio， 你有在那个，人家有很认真的练了一句中文，人在欢呼声中压下去。没有，我本来想到是今天到你们很高兴，他也哇，然后今天到你们很高兴。所以我们请大家还是要认真听他们讲话，好不好？因为每个人说这么多人，每个人说话的机会本来就少。Dio， please， 再一次好不好？先做一个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 Dio。气势出来了。OK， 好，下面这位熟人就不用介绍，来再下一位。好，来到我们长生麻子泪，来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XOM 成员长沙的长沙王子。聊不聊？累累累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累。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天这一套这个白色的演出服是专门为快乐大本营15周年的这次的特别节目第一次亮相，真的。可是为什么你却跟大家的颜色不同？因为他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了。真的，你站进去，你站进去，你站到中间了，站中间了，你站到中间了，你的站一个嘛，你的颜色跟别人不一样。站中间，来了来了，我是他们年纪最大的厨师长。OK， 哎，我发现就只有你和凯的颜色跟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有一些配合吗？因为我们是有一会儿可能还要有一些配合的地方。哦，就是跟后面的表演有关系。OK， 对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来我们鹿晗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XO 的鹿晗。就没了。对，没有。第二次来有什么特别吗？嗯，开心。上次回去就有很特别的跟成员们讨论上快乐大本营的感受吗？哦，我跟他们都说了，他们也说他们特别想上快乐大本营。哦，你是说跟韩国的成员们 对， 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来凯。大家好，
我是你们的看，我爱你。最可爱的是他讲了之后，旁边的人好害羞。OK， 好，谢谢我爱你，下面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守护 EXO 的守护。我也是你们的守护。谢谢。好，大家都争着你们的好好来，下面又是一位老朋友了，来陈楠。大家好，我是 EXO 的陈。我今天超级高兴，我爱快乐大本营。你都已经会说超了，他都会说超高兴了，很厉害啊。哇，好，来秀敏，秀敏了。这个上次是那个软件拍照就最帅的那个吗？最帅。来，秀敏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EXO 的爸爸，是秀敏。OK， 好，又来了新朋友，来给大家介绍。